看看是不是？你来还是我来？你要跳下去，我也陪你一起跳。傻瓜，我是要自杀哎，你要陪我死啊？我知道你叫晴天。你怎么知道？今天是你第一天加入皇朝吗？是啊。哎，你总是那么多管闲事吗？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死啊，笨蛋！我只是想逗你玩的。我早知道了。那你还想来？我是怕你不小心摔下去哎。哦，原来是被你骗的。没事啊，真的没事吗？你有被吓到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你这边有没有受伤？没事没事，帮你看看好不好？这边不怎样吗？真的没怎么样吗？还好吧。我们 Royal 加入一个新的团员，我想你们都认识了，晴天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同一个 team， 不要把以前的误会带进来。老师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互相学习啊？听说他是跳八家将的，能不能请他示范两招给我们看一下？黑子，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没关系，我可以示范，没有问题。谢谢。你也可以试试看啊。啊？看得出来你是有点实力，但要不要试，好像还轮不到你说话。够了，
练武的地方，不是战场。你是他们大哥是吧？叫这群混蛋给我道歉！你妈没有教你什么是礼貌，这什么态度啊？敢这样跟森哥讲话啊？这就是礼貌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们这群人闭嘴！再撒野！我再想看看你怎么走出这里！混账王八蛋！你们家欺负一个女生，你们是不是人啊？三哥，三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给我追！追！站住！好，去吧。跟森哥耍性格啊！亚洲冠军了不起的，知道森哥什么人呢、啊？六爷的公子，他可以让你在娱乐圈从此消失。你想怎样？娱乐圈的长辈 Hugo 也认识不少，你想怎么解决？随便你。谁不知道 Hugo 是你哥？可是他玩得过我吗？现在小孩子真的是越来越目中无人，只会惹是生非。我也不跟女孩子过不去。你把这瓶酒喝完，我就当你道了歉了，你就可以走。我不喝，我没有错。森哥人打电话给我，说你得罪了森哥，他们先欺负我。我都没看到有人欺负你，我还觉得是你欺负我。你阿 K， 森哥，他犯了什么错？我愿意扛。神哥都没说，说了就走。就这样就可以扛了？你会把我想得太简单了一点。你不要以为你是神哥，你救人无法无天。够了！放开！快啊！没事吧？你扛是不是？你来还是我来？可以带他走了吗？走吧。